各位来宾，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香港贸发局香港钟表展2017。今天啦，去到都是我们今天展览的第三日啦。首先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就是国际名表荟萃 Time Chamber， 即将在这个舞台进行的就是万器全 Crossover 陈晓东时间造证陀飞轮的产品发布会。我是今天的大会司仪 Vince 黄泳诗，咁多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哇！我見到啦，我哋在座啦，好多嘉賓朋友都等住我哋呢個發布會即將開始，因為我哋今日節目非常之精彩，而萬希全亦都特別邀請咗我哋嘉賓陳曉東出席我哋今日嘅發布會，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究竟點樣促成咗今次嘅合作啦。咁個標啦係時間造證陀飛輪啊嘛，究竟個設計理念係啲乜嘢嘢啦？同時我哋萬希全亦都為陳曉東最新作品《時間造證》MV 作為贊助商嘅。好，喺呢個時候咧，事不宜遲啦，我哋講呢段 MV 咁精彩，不如同大家一齊回顧一下東東嘅最新粵語歌曲 MV《時間造證》先。要每天拥抱不松开两肩，才会有保证彼此恋爱更加长篇。还要为你经几多失眠，才验证想念未够轰烈，难作经典。难道要爱得死去活来向我考验，还要这双眼看穿心灵才奉信诺言。时间是最好证人旁证几多的蜕变，唯独这爱情无改变，如何待你好方明白这点。如果相爱不是容易，需要什么会令你看出心意？何妨暂停了这分钟，信未来厮守一辈子，还要再有多少浪漫辛酸史，经几多了解期望疑惑宽恕，这份情才能成熟，才懂得处置。更多双方温馨的照片，才会更巩固京都之旅那些场面。还要附上几多的激情来换到经验，令你安定忘记惊险。要那些假意奉承向你展现，难叫你相信爱的谎言持续八十年。时间让我数我们留有一丝丝发线，延续到你容颜改变，仍然让细水温柔地发展。如果相爱不是容易，需要什么会令你看出心意？何妨暂停了这分钟，信未来厮守一辈子，还要再有多少浪漫辛酸史，经几多了解期望疑惑宽恕，这份情才能成熟，才懂得处置。如果信爱不用提示，
不说什么也令你放心一试，何妨暂停了这分钟，信未来厮守一辈子。问你相信什么让缘分先开始，这一刻最好无言投入一次，请暂时完全忘掉无需的理智。哇，好好听嘅一首陈晓东嘅粤语歌曲，俾啲掌声咁多位先啊！因为我相信啦，其实大家都好期待见到啊东东嘅，因为真系数翻咧，相隔上一次啊东东出粤语嘅专辑，应该2008年嘅《Love Moment》新歌加精选，咁差唔多相隔10年，再有一只时间做证嘅粤语歌曲咧，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啦。咁我知道啦，其实呢一只歌啦，东东嘅创作理念啦，就系佢对人生嘅睇法同埋感受。咁大家都听到啦，歌词其实一路以嚟都讲。時間是很寶貴，一定要珍惜眼前人。最記得中間裡面有一句就是時間是最好證人旁證幾多的蜕變。大家都看到了，其實整個 MV 好聽之餘也都很感人。不如跟大家說一下，這首歌是叫《時間做證》，陀飛輪的廣告歌，同時也都已經在不同的平台正式推出了。跟大家講解了這麼多關於東東這首粵語新曲《時間做證》，我相信在場的朋友都不只是想聽我說，想見一下東東真人的。不如在這個時候，我們用掌聲歡迎陳曉東東東以及萬喜全創辦人及總裁William 一起来到台上，有请两位。一陣間我哋咧都仲有好多機會咧，俾大家傳媒朋友影相嘅，放心冇問題啊。冇問題，咁啦，不如大家麻煩咁多位，因為咧我哋其實一陣間仲會有影相環節嘅，咁如果咁多位影相咧，就可以留翻一陣間啦。同時，如果大家影相咧，都可以，因為今日都好燈火通明啊，咁閃光燈就可以暫時咧熄一熄，咁可以令到個場大家都影即係更加好嘅相片嘅。唔該曬，好麻煩咧，後面嗰位可以係啦，坐低等住我哋一陣間個活動先嘅。好啦，不如咧一開始嘅時候，我想。邀請阿 William 介一介紹先啦。其實今次同東東合作咧，點解有依個理念同埋點樣促成㗎？首先多謝在座咁多位東東 fans 啦、媒體啦、咁多朋友啦嚟光臨啦，亦都多謝大家等咗呢段時間，再有 MV 推出，你哋都一齊去享受去等待我，好感謝大家。咁其實我同東東我即係叫開東哥咁，今次配合翻東東，我同東東即係合作其實都好夢想成真啦。因為本身其實我真係佢 fans 嚟嘅，我好中意聽佢啲歌嘅，由我以前去出第一隻碟。心理遊戲開始咧就吵到佢近排話即係同我好似有啲好熟嘅 fans 咧去揾翻我之前出嘅《心有獨鍾》嘅唱片。係啊，冇錯啊，即係幾開心啊！因為嗰只碟係真係經典嚟嘅，即係我好中意嘅，咁好好啊！東東啲 fans 又特登啊幫我揾翻。其實嗰只歌真係好好聽，每一首歌都好好聽。但係啱剛才講《心有獨鍾》嗰首咧，真係係啊，所以好開心。嗰陣時我記得咧合作咧有一個朋友啦，佢係做係做呢個手機。學嘅咁一位 Andy 一位好朋友，佢介紹咁嗰陣時我好想認識，我特登就記得嗰陣時係打風嘅喺杭州，嗰陣時係打風 ，sorry 係杭州係有一個G20啊，就嚟有個高峰會之前，咁嗰陣時係戒備好嚴，再加上大雨啊，即係好難得嘅機會下去揾到東東，咁啊東東又即係忙緊拍劇之餘咧，就抽時間同我哋食飯，咁一傾原來東東對手錶啦、對機械啦，亦都好支持香港品牌啦，佢覺得哇，難得有個後生。即係有個難得有個年輕人啦，願意入行做呢啲機械錶，因為東東本身都有草錶啊，好多咁，同埋又覺得香港品牌、香港工藝嘅嘢好值得去支持。咁加上佢又驗證下我之餘，又發現我真係係好多歌都真係係佢嘅歌迷嚟嘅喎，真係熟嘅喎嚇 ，hello 啊歌迷。咁所以咧，就因為咁嘅原因之下咧，我哋有咁嘅緣分就開始合作去創作。咁啊，都好多謝東東俾個機會我哋啦，
咁促成咗今次嘅合作啦。但我知道其實成隻手錶嘅設計概念又係點樣樣，不如阿東東同我哋介紹一下。其實好似首先我同大家現場嘅所有嘅朋友、嚟臨嘅朋友，同大家 say 個 hi， 大家下午好。Hello， 好高興今次咧翻嚟香港，其實行程咧好密啊。咁尤其是啱啱，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我去咗嗰邊咧影咗一輪嚟噶啦。咁所以今日咧成日咧，咁一陣間咧又要哇 TVB 啊咁樣。好啦，咁回歸正傳啦。咁啊，今次點解促成呢個合作咧？就係有一次 William 咧，就係我喺拍緊戲嘅時候咧，嚟到咗杭州，就同我講。咁原來我哋係都係世交嚟嘅喎，係啊，我識係啊，即係講翻淵源嘅時候，原來有好多相熟嘅。係，咁 William 就同我講過話，即係其實做一隻手錶，咁佢係屬於本地嘅企業咁樣樣。咁我一聽我就其實我好 impressive， 即係好有深刻嘅印象。啊，原來一個咁年輕嘅一個企業家咧，即係佢嘅嗰個生意嘅模式咧，係可以。啊，可以咁多元化嘅嚇，咁人等咧William 咧就請咗我去咗 Uncle 嘅，哇，嗰個係收藏館嚟，係啦，咁我就咁咧就好原來咧 Uncle 咧收藏咗好多咧，我爆料添，冇問題，已經冇問題啊，絕對係喺好多媒體都睇到。O K， 你加多幾塊防彈玻璃，知道。咁我就睇咗一啲咧好好嘅音樂盒，咁啲音樂盒咧。嘅歷史咧，就全部都係超過100年嘅。係。咁我就問 uncle， 我話點解 uncle 咁中意收藏即係音樂盒咧？咁樣，咁原來裏邊有一個摩打咧，即係音樂盒咧，已經係100多年前嘅咧。一開咧，咁佢就有個軸心喺度轉嘅啦。係。咁嗰個話呢個咁樣嘅機芯咧，就係好似我哋而家做緊呢個陀飛輪嘅呢個咁嘅概念。咁我就認識到原來。就算是即係一個企業咧，我哋做手錶，我哋需要歷史啦，需要經驗啦，需要知識啦，需要好多樣嘢。咁我又好多年都冇，好似我啲 fans 幫我數過，差唔多有9年嘅時間咧，即係冇出廣東歌咁樣。上一次應該2008啦。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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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就我 fans 幫我數過，差唔多相隔咗9年幾咁樣。咁我就今次咁又咁啱 William 又有呢個手錶嘅合作，手錶嘅合作咧，咁手錶一定係離唔開時間呢個概念嘅。咁就又咁啱喺 Christopher 嘅一個 demo 上面聽到有一句歌詞咧，如果相愛不用提示，相信什麼會令你看出心意，係嘛？哇！我即刻聽呢個仲唔係 slogan， 呢個仲唔係我哋嘅廣告 slogan， 係咪啊？冇錯。咁我就覺得咁樣可能係一個好好合作嚟嘅契機喎，咁啊，咁所以就藉此呢個機會咧，我就即係我都好珍惜呢一次嘅合作。咁喺設計方面，其實我哋都來回咧就同萬希全咧有好多次嘅呢個meeting 啊咁樣。咁我就提出過，咁 uncle 就提議我哋用呢一個機芯，係啦，用呢個機芯。然後咧就我哋因為係一首情歌啦，咁我就推出咗男女款，就係一個情侶嘅系列咁樣樣。咁但係喺除咗男女手錶嘅陀飛輪款式之外咧，其實喺設計上面有冇啲可能加咗阿東東你嘅元素喺入面？譬如好似喺12點鐘嘅方向嗰個咧，好似係特別啲啲嘅喎，居民。唔止添嘅，係啦，喺12點呢、這個，好似啱啱你話12點呢一個方向咧，其實佢係如果我哋睇羅馬數字咧，12咧就係 XII 咁樣。咁其實咧呢、這個咧，佢係做咗一個 XT。XT 咧其實咧，好似我嘅中文名嘅縮寫咧，小東。係啦，咁就呢個一個小小嘅一個代表住係陳曉東嘅呢個設計。And then咧，我哋其實咧喺個設計上面都花咗幾次嘅 revise 嘅。咁 William 最終咧就配合咗我嘅歌嘅歌詞咧嚟做呢個 design 嘅，包括我哋有呢個八十小時嘅呢個動力儲存。咁點解會有八十小時咧？譬如係歌詞裏面其中有一句歌詞咧，又係符合呢樣嘢嘅。咁日與夜啦，同埋呢一個咁樣嘅圈咧，係代表戒指啦，代表時間啦，代表永恆啦，咁樣樣嘅嚇。我想講咧，淨係聽個設計概念，再加埋隻歌咧，作為一個女仔就係好冧咗啦。係啊，咁所以其實咧，我就出咗錶之後，其實我自己都買咗好多喎。
係啊，我自己好多朋友都生意都未做，我已經已經咩㗎啦？預售係爆，已經要再預訂第幾陣添啊！係啊，咁我啲譬如香港嗰啲親戚啊、姑媽嗰啲咧。哎呀，可唔可以同你買一隻？我已經喺個 list 度已經有你嘅名㗎啦，咁啊，所以有好多我啲朋友啲情侶啊，咁我都私底下我都送咗一啲出去咁樣。其實咧，我想講咧，一隻靚嘅錶咧，除咗設計之外咧，其實好似你咁講啦，有歷史啦、工序啦、品牌啦。咁我知啦 ，William， 你其實一路以嚟咧都係希望將萬禧全打造香港本土而起嘅一個陀飛輪手錶品牌嚟㗎，去到無人不識嘅。但我想問一下，製作今次呢、這、一個。可以話係時間造證陀飛輪嘅時候，個過程又點樣樣嘅咧？其實過程係首先好多謝阿東東啦，佢真係係好忙嘅時間，佢特登都真係我哋嚟香港又開會傾啦。就算如果兩邊嘅時候，你都用 WeChat 啊，或者好多嘅渠道努力去溝通，為個設計手錶咧，有時係日與夜咁樣，即係都係諗起隻錶就即刻有啲 idea 出嚟。咁我哋嘅設計團隊今次最特別嘅地方咧，係我哋第一次啦，係。將歌曲入邊同埋一個咁成功咁著名嘅歌手嘅一個演繹嘅一個歌詞咧，擺落個手錶度。咁呢樣嘢其實係一個挑戰嚟嘅，因為我哋個團隊係諗緊點樣將一個時間嘅諾言、時間做證擺喺陀飛輪。咁但係其實又好 match 喎，咁發覺好多嘢好自然就擺入去，譬如話。溜空咁，譬如話陀飛輪轉動，睇住時間嘅流逝，咁溜空嗰個戒指，原來又見證好多嘅諾言。咁我覺得呢個合作過程係好難得啦，又好開心啦，又好夢幻啦，因為自己好最中意嘅歌手一齊合作，同埋係真係原來歌詞同手錶擺落去之後，再連埋個 MV， 成件事係我印象好難，即係好難忘就係、是。即係東東同阿東嫂拍 MV 嗰陣時咧，我係係啊，其實我有留意到嘅，不過我唔知道在場有冇留意到。其實 MV 嘅主角係東嫂嚟嘅，冇錯。咁啊，好難得第一次揾東嫂一齊啊，一齊佢哋兩夫妻去拍啦，演繹得好靚啦。咁同埋係真係嗰日係又即係都係夏天啦。咁佢其實 William 為咗氹我呢個合作咧，佢都做出咗即係畫咗大餅啊俾我咁樣嘅。咁佢同我講咧，佢話佢會同呢個 Michael Jackson 嘅哥哥咧。出一款嘅系列叫 Jellyfin 啊嘛，係嘛？係啊，冇錯 ，Jellyfin。咁佢又氹我，佢話啊，咁我都成日都飛美國咧，咁我都幾大都要揾你合作下咁樣。嗯，咁你幾時兑現呢個承諾咁？或者阿 Mark 女，我哋先哇，你又唔好撥嚟撥去喎。Mark 女加呢個。Jermaine Jackson 都可以，因為 Mark 女又係我哋，又同阿東又係東東好好朋友，係又係好多合作。唔係因為我好中意 Michael 嘅，好中意 Michael， 我好中意 Michael 嘅。咁啊，at least 咪合作呢樣睇緣分啦。一定，至少你都要應承我，同我有機會同我可以合照翻一張相。一定得，係咪啊？好，冇問題。咁啊，今日其實咧仲有另外一個即係details嘅，我係特登咧呢個。可能大家看不到這個我今天的這個 coupling 呢是就是萬禧全的這個陀飛輪的一個設計來的沒錯是啊咁呢個就係、是，因為我前兩日咧就係我個 birthday， 我個生日啦。咁呢個就係 William 特登咧送俾我做贈禮物㗎，係少少心意。咁好靚啊！我覺得呢、這個係啊，成件事好配襯㗎嘛，隻錶啦，個 cufflinks 啦，就樓啦，正同我哋今日。大家可以其實都見到㗎，我哋後面有 live feed 見得到嘅情況㗎。哇、okay, okay. 哦，可以話東東今日即係產品發布會咧、yeah. 都襯住曬你啊！係啊，我都係攞，梗係攞出嚟今日戴啊嘛。咦係喎，同順便都宣傳下呢個 cufflink 其實咧都會喺 Escort Jan 咧都有得賣嘅，而 Escort Jan 又係東東同埋我哋好朋友。其實今次我哋成個 campaign 咧，好多謝 Lincoln 係啊。哇，講一次。sponsor 我哋所有嘅關於萬禧全嘅活動咧，其實我哋嘅服裝咧都係嚟自 Escort Jan。高定西裝服裝咁樣，係香港成功嘅西裝品牌。所以見到啦，阿東東今日所有嘅服飾咁，多謝曬，多謝 Escort Chang， 多謝。咁但係啦，其實你哋啱啱剛才都講咗好多嚟緊未來，好似應承咗你未來嘅一啲對承諾啦嚇。係咯。或者仲有啲咩未來嘅合作，可能會將呢個夢幻難忘難得嘅合作繼續推進一步咧？
你咁問啱啦，你快啲。首先就話，即係幾進取係咪？作為歌迷，而家有特別福利啦，係咪先？有機會同偶像，仲要送埋 cup link。咁當然喺生意 partner 上都有個少少嘅契機，都希望東東繼續支持我哋香港品牌啦，香港原創。因為香港自己做個品牌真係唔容易嘅，特別大家都知而家一兩年鐘錶零售啊，好多其實都係一個挑戰。咁我好希望好似東東咁成功嘅 artist 啊歌手。大家去支持我哋，咁當然東宮你都知道東宮嘅，即係都係天價嘅一個，即係咁成功嘅 artist， 咁我哋都好希望東宮繼續支持，咁你都東宮都好支持我啦，咁同埋我哋嗰合作嗰度咧，都有諗啲多啲新嘅元素，突破啲嘅元素，可能再 fashion 啲啊，或者再潮流啲啊咁樣，所以係咯，東宮係咯，希望。因為其實咧，我哋嘅合約係冇年期嘅，咁所以咧，我哋睇下係好似 eternity 咁樣，唔係我自己嘅繼續嘅。我自己嘅想法就係希望喺即係每隔一段時間可以推出一啲新嘅款式啊，咁樣樣咯。嗯，咁睇嚟咧，真係可以期待住有越嚟越多嘅合作啦。同埋我哋嚟緊又即係會有啲新嘅嘗試，譬如 crossover cafe 啊，或者有啲即係大膽去嘗試將啲主題擺落去。咁好希望即係好似東東咁好，或者多啲。成功的朋友、藝人或者名人繼續支持我們，不過絕對是對的，因為一個成功的品牌絕對需要創新，也有不同的合作才可以更加將它推上一層樓，建立一個又一個里程碑。但我知道在場其實都有很多東東的歌迷，都有很多不同是、貴賓在這裡，我都知道東東今天有很多是台灣過來的，還有香港的粉絲。 Hello 多謝你支持。其實東東今天都帶了、禮品嚟送俾大家嘅，咁我會一陣間問兩條問題，咁我就唔好做評判啦，一題就 William 決定邊個，一個就東東決定邊個啦。咁我問完咧，我都會數一二三嘅，你哋唔需要爭住咁快舉手住。咁而答中嘅咧就可以獲得東東親筆簽名 CD 一隻啦。好，好唔好啊？咁不如事不宜遲，就盡快問兩題啦。嗱，其實真係好簡單嘅啫。第一題，不如第一題 William 幫我揀啦，好唔好啊？咁就我數一二三，你哋先舉手。我問咗先，你哋有幾秒時間諗一諗嘅。好，今次啊東東嗰首粵語歌曲《時間做證》係同邊個手錶品牌合作？哇！我都未使問嘅喎，啲唔係問題喎。喂，你不如直接送出去。咁容易答嘅呢啲問題，就係要簡單數，簡單，希望大家都記得，我哋再不停重複數一二三。係咪嫌二個頭一題一題難少少都？梗係要難少少。得，冇問題，下一題難少少，不如一二三先好冇啊？不如就東東你。東東你話事啊？呢題睇下邊位最快。唔係 William 揀好揀一位啦。我就數準備一二三，哇！嗱，所以我好唔完全。完全勉強睇到。哇！啱啱啱啱話 fans 嗰啲，佢哋唔舉手嘅，因為我禮物即刻舉曬手嘅。嗰位係咪啊？我過咗嚟㗎啦。邊位？咁嗰位胡叔，係邊個品牌啊？萬禧全，其實我都係佢嘅忠實 fans 啦，我手上都帶咗一隻。好嘢！先至聲明啊，唔知㗎，係咪？唔知嘅，多謝你支持。多謝曬，好啦，咁答得啱嘅，咁所以一陣間我哋會頒埋個親筆簽名 CD 俾你。但係第二條問題，東東，我係咪想難少少啊？係啊，要難啲。難少少，咁好啦，第二題啦，就不如講喺呢個設計概念入面，其實剛才咧，東東都講咗兩至三樣嘢嘅，講兩個得啦，我就唔使講曬三個嘅，講其中之兩個，即刻。即刻嗱，睇下有冇邏輯聽先。東東揀啦，係啦，嗱，我數一二三就東東你揀啦嚇。咁啊，今次揀邊邊好咧？我數一二三，跟住。啱啱揀咗位男士喎，我哋今次不如揀位女士。好，嗱，放低手先啦，準備。嗱，我等我，嗱我匿埋眼，一二三，睇下我睇到邊個先。一，嗱，等先，咁多位三唔好影相住啊，因為如果唔係我哋睇唔到邊個舉手噶嚇，好唔好啊？好，準備啦，一、二、三。我呢邊一閃咗，我見到呢位女士。我哋工作人員過嚟，係咪舉手藍色衫？係啦係啦，好好好，嚟，係有邊兩個設計概念咧？一個係佢東東嘅宿舍小東，係喺十二點位置，係仲有一個係嗰個圓圈嘅代表係。鑽戒同埋永恆嘅見證，啱唔啱啊？非常之好，恭喜曬！好，咁不如咧，我哋就而家有請呢兩位朋友嚟到台上面，亦都有請 William 同埋東東為我哋頒發埋獎品啦，好唔好啊？因為咧，
我的今次呢，其實而家手上呢呢幾張時間做證嘅咧，係派台碟嚟嘅，即係佢係 promotional item， 珍藏版嚟。係啊，因咁我實體嗰個 CD 咧，而家係等陣先留步嚇。嗰個 CD 咧係製作中嘅，即係咁，所以可能喺九月、十月咧，就我而家都爭取喺香港嘅可以喺香港見到嘅唱片鋪咧，希望可以上架。咁所以近排就做緊一啲內部設計啊咁樣，咁所以呢個暫時係一個 single 嘅即係出邊唔賣嘅一個，買唔到，仲矜貴。嚇，呢個單曲咁樣。明白，不如咧我希望你中意。我哋有請東東咧為我哋頒埋個獎品俾先生先，跟住一齊影一張合照先啊！好，我哋麻煩我哋首先望大會攝影師先，係淨係大會攝影師。好，影大會攝影師先，麻煩。好，唔該曬，再一次恭喜曬兩位 ，thank you。好，咁一陣間咧，其實我哋如果需要再有傳媒訪問啦，或者影相環節咧，我哋之後再另外安排嘅。咁喺度咧，我哋再一次用掌聲多謝曬 William 同埋東東，多謝出席我哋今日萬禧全 crossover。多謝大家支持萬禧全，支持時間做證系列，多謝你哋。係啦，所以大家如果想繼續支持萬禧全同埋東東，就可以快啲應該要訂唔知第二定第三輪嘅呢一個時間做證陀飛輪㗎啦。而家第一輪都已經預售爆滿咗㗎啦 ，thank you 曬兩位，咁可以咧，去後台休息先啊 ，thank you， 唔該曬。好咁啦，我哋今日嘅產品發布會去到呢度已經圓滿結束啦，再一次多謝曬咁多位朋友，你哋今日嘅光臨。咁而記者朋友需要做訪問嘅咧，可以同我哋公關同事聯絡，咁我哋就會幫你做安排㗎啦。再一次歡迎大家可以稍而欲步去到我哋萬禧全嘅攤位繼續參觀，記住我哋攤位號碼係3ED32，我重複一次係3ED32就得噶啦，唔該曬。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咧嚟到香港鐘錶展2017。咁我哋咧呢一個嘅國際名錶會水 Salon de TE 呢度咧係出席超錶之選尖瑞文城萬禧全超錶 Super J Watch 陀飛輪腕錶發布會。我係今日嘅司儀 Patricia， 大家好。香港演藝界少將詹瑞文先生詹 Sir 為了令壓力超標的香港人帶來笑臉，特別今次是跨界別和香港首個專門設計和製作陀飛輪的腕錶品牌萬禧全合作，推出全新的系列超錶 Super J Watch 陀飛輪腕錶。今天的分享會現在就正式開始了。認識詹 Sir 的朋友都知道了，詹 Sir 除了是被譽為香港舞台的教父之外，他快樂代言人的開心形象都非常之深入民心的。究竟詹 Sir 今次怎樣將快樂的元素帶到去陀飛輪的手錶裡面呢？相信大家都很有興趣知道了。不過我們請出主角出來之前，我們特別邀請了萬禧全鐘錶有限公司創辦人及總裁沈偉林先生 William 和我們分享一下今次的合作機緣。現在以你的掌聲歡迎 William 和我們分享幾句，有請 William。各位嘉賓、貴賓、各位媒體朋友各位好多好朋友，大家今日下午好啊！咁我喺度先分享一下我哋點解有咁好嘅機會同詹 Sir 合作啦，因為我本身我哋個牌子大家頭先都介紹得好好啊，主持人，因為我哋牌子係一個香港品牌啦，咁一個香港品牌其實就我哋依六七年其實都好大膽噶啦，次次都好多謝貿發局啦，俾個平台我哋喺度咧做好多好多唔同嘅一個創作設計，揾好多唔同界別嘅一啲朋友，咁透過今次呢個合作係比較特別嘅，因為可以同一個即係藝術家啦，同埋係仲要係一個舞台嘅藝術大師，一個喜劇
大師咁樣合作。咁機緣點樣嚟咧？就首先一定要多謝翻幫我出書嗰位個出版社嗰兩位老闆啦。咁就係阿 Mabel 同埋 Irene， 因為咧其實詹 Sir 都係佢哋嘅好朋友。咁我哋有機緣有一啲活動之中認識。咁詹 Sir 亦都好支持翻我哋香港啲工藝啦、香港啲文化啦，同埋佢都好贊同咧。其實喜劇咧，即係表演藝術咧，其實每一分每一毫每一個細節咧，都係好仔細先做到一個好有效果嘅喜劇，同埋好有效果可以引到人哋發笑。所以其實同我哋陀飛輪其實本身嗰個工藝咧一絲不苟啊，嗰啲細節咧其實好多不謀而合嘅。咁所以咧佢哋都好支持，亦都俾咗個機會我哋。咁我哋其實籌備呢款錶咧都做咗差唔多年零兩年嘅時間嘅，咁啊都創作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今日好開心有咁嘅機會可以將呢款錶介紹俾大家，亦都揾到詹 Sir 親自嚟演繹。咁啊，希望大家都中意呢個我哋呢個用心之作啦嚇。好，唔該曬 William， 再一次俾掌聲我哋嘅品牌創辦人同總裁沈偉林先生。咁依下落嚟嘅時間咧，相信大家都好心急咧，好想快啲咧見到今次超標 Super J Watch 陀飛輪嘅設計者詹 Sir 噶啦。咁究竟咧詹 Sir 點樣將快樂嘅元素加到去我哋陀飛輪嘅手錶入邊咧？不如請大家用熱烈嘅掌聲邀請詹 Sir 出場，同我哋嘅 William 一齊咧分享下設計概念嘅。有請詹 Sir。Hello。Hello， 大家好，請你哋嘅目光咧擺喺後邊先嚇，我喺呢度嚇嚇。俾啲歡呼聲歡迎下詹 Sir 先。請大家用熱烈嘅歡呼聲同埋掌聲去歡迎我出場噶，預備開始。哇！係咁先係噶嘛，因為一個發佈會咧就唔可以咁普通噶，因為今次咧我係好開心啦。頭先咧阿 William 咧，一個好緊張、好可愛嘅肥嘟嘟，就一個年青嘅香港品牌嘅老闆仔嚇，咁啊就好有誠意咁樣咧，就同我一齊講話啊，點樣可以做一個好好玩嘅一個新錶嚇，咁樣咧，所以啊，我今日咧好開心啊，可以同佢一齊咧，將我哋呢一個我同佢生出嚟嘅呢一個咁嘅骨肉咧，陣間會同大家咧就分享下我哋嘅創作過程嘅。係啊，真係好緊張今日。掌聲再一次歡迎詹 Sir 台上先，多謝曬，請坐，位請坐。好開心 ，thank you。我哋而家坐喺度㗎啦。係啦，有詹 Sir 喺度咧，已經係一定係唔普通㗎啦，我哋嘅發佈會。係。因為咧，我首先要代表咧香港咧歡迎剛才我見到咧有一位非洲嘅朋友啊嚇。A friend from Africa，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哦，其實佢係呃我嘅，佢走咗啦嚇。啊，唔係唔緊要嘅，因為咧，其實頭先咧嚟到嘅時候咧，佢見到我呢一身打扮咧，同埋我頭先做喺 live 啊 Facebook 嗰度 live 緊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點解我哋呢只錶咁得意，咁咧然之後咧就開始咗我哋嘅話題。咁我覺得咧，我哋呢一隻錶咧係有好多話題咧，可以令到大家咧去對佢有好產生好多吸引同埋好奇嘅。咁啊，而家咧呢段時間我哋就慢慢傾下啦。係好嘅，真係有詹 Sir 喺度咧，真係零舍係唔同嘅。咁啊，首先不如問下 William 先啦，同我哋都簡單講一講今次呢個合作咧，點解會有呢個合作嘅機會咧？其實頭先都分享啦，即係主要即係都係天時地利人和啦，即係有呢個機會，同埋詹 Sir 又咁有心，亦都將我哋成個主題就希望將快樂同埋歡笑帶俾所有嘅朋友。咁我哋牌子本身個中文名叫萬希泉啦，咁啊萬眾希望的泉源，我哋都係目標咧將希望帶俾朋友。咁同詹 Sir 一直嗰個理念係將快樂同埋歡樂帶俾好多嘅香港人又好，或者頭先詹 Sir 話齋唔同國家嘅朋友咁啊都嚟到呢度，咁我哋都好希望這隻錶俾大家重拾翻好多，或者係一繼續回味，或者享受現有所有嘅開心咯，即係呢個我哋嘅一個少少嘅希望咯。係，即係有契機出現咗啦，亦都係理念不謀而合喎。係。咁啊 ，Jim Sir 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今次呢個設計概念係點樣得嚟嘅咧？首先咧，我其實喺我好幸運啦嚇，我自己喺我自己呢個工作上邊咧，我覺得我自己一個好幸福嘅人。咁啊，我喺過去嗰二十幾年咧，喺香港從事呢一個藝術嘅創作啦，主要咧我做咗好多喜劇嘅作品。喜劇咧有一個好震撼嘅能力係咩咧？佢可以令人喺好開心嘅時候更開心，喺人哋喺有焦慮嘅時候咧，可以解放焦慮，然之後咧可以向更好嘅希望嚟到去向前走。
咁所以咧，我越做喜劇咧，我就會覺得佢唔單止淨係喺舞台上面出現嘅。喜劇對我嚟講咧，就係我嘅藝術嘅價值嘅一種呈現。佢嘅呈現咧，其實就係透過一種快樂嘅能量啊。咁所以每個人咧，睇我嘅喜劇，或者有時咧喺街度見到我咧，佢見到我佢無端端都會笑嘅，因為佢已經習慣咗咧，見到我咧就會開心。咁我覺得呢個習慣係好緊要嘅。如果香港人咧有多啲嘅開心嘅習慣咧，佢就可以成為一個更有創意，同埋更加可以越喺佢嘅人生裏邊越走越好嘅。咁所以呢個習慣係要咩嚟嘅咧？係要時間嗰度嚟嘅。所以時間咧同腕錶咧走唔開啊！所以如果你對時間嘅觀念咧，唔係淨係不停咁樣做嘢，你嘅時間嘅觀念咧係好開心咁樣去做嘢，好開心咁樣生活，好開心咁去賺錢。咁呢個咧先至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人生嘅價值觀。咁所以咧，我覺得喺我對藝術嘅一種終極的追求快樂，我覺得做人都是啊，就算我們從事什麼工作都好，什麼崗位都好，最終呢都是希望有一個快樂的時光。所以呢，我覺得當William 提到陀飛輪這個他們的品牌，如果可以跟我一起做一個的 crossover 的時候呢，我覺得應該是將我自己最開心最願意跟所有人分享的一種價值呢，跟這一隻這麼精雕細琢的一個工藝可以有一個結合呢，我覺得是最完美的。還有呢，因為陀飛輪呢很多人呢都很喜歡，因為它真的是一個 art piece 而它的價格呢是非常之高的。而呢 William 呢他跟我呢都在想，每一個人呢尤其是年輕人，其實他都有想有成功的階梯的。所以呢，我們這隻陀飛輪呢是在一個很好的價格裡面，希望他可以起步成為一個未來更成功的一個企業家。所以呢，這隻手錶呢，男士你當然是很適合擁有啦，年輕人你應該要擁有一隻我們這隻這麼特別的叫超錶 Superwatch 的陀飛輪。而且呢，你送给你的对他有期望有希望的年轻人呢也是很好。因为里面那个概念是来自什么呢，我的表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笑口的、是会令到你很开心的。上面呢有个红色，一阵间你大家都会见到、就是、红色的两支时针呢就是由那个红鼻哥那个开心的红鼻子呢去延伸出来。上面在12点那里就有一个 J 字，这个 J 字首先就代表我 Jim， 而另外呢它是代表 Joy 快乐。所以呢你们在这只表里面呢你就可以见到 Jim 带着很开心的 Joy 载着这些快乐呢在你的时间里面。你每天见到这只表你都很开心，你就知道你的时间呢就会很开心地去度过了。整個手錶我聽下去就是將那個藝術層面帶到去日常生活當中，因為手錶是我們每一天都會用的一樣東西嘛，真的可以每天都提醒到我們，好像每天都見到 Jim Sir 嘛，在手錶上見到你的笑容啦，還有那個那麼開心的 J 都是帶到 Jim and Joy。 沒錯非常之好，再一次給掌聲、多謝 Jim Sir 先，這個設計理念真的十分之特別。另外都想看看同阿 William 同阿 Jim 都問一下啦，咁其實成個製作過程咧係點樣樣嘅，同我哋都分享一下。製作過程其實就我哋諗咗好耐嘅，因為本身我哋點樣將快樂希望融入呢個錶面上邊，亦都有 Jim Sir 本身有一個咁突出、咁獨一無二嘅一個喜劇嘅嗰種元素，亦都帶出一個我哋希望可以帶出一個希望，即係品牌嗰個理念嗰個希望嗰個感覺。咁一路一路喺度研究，一路一路喺度用，我哋希望用一個比較特別或者比較一個細緻啲嘅嘢，而一個譬如一粒石。
一個 index 一個字，而用呢一個方法咧就帶出成個理念出嚟。咁我哋其實開會，哇，詹 Sir 咁忙，你 schedule 其實啱啱去都去廣州㗎啦，所以好忙嘅其實係，所以佢都係嚟成個團隊係嚟同我哋開會開咗好多次去諗咯。咁我哋成個設計團隊，因為我哋始終陀飛輪一開始俾人感覺都係哇好傳統啊，好工藝啊，或者，但係其實。我哋好多其實陀飛輪都可以帶理念出嚟嘅，即係今次好榮幸得到詹 Sir 嘅啟發。詹 Sir 係一個藝術家，一聽佢講就知，佢好難得咁正經去講一段。平時佢都係即係不斷去製造歡樂，但係頭先佢一講，其實係一個好 deep， 亦都係一個好有哲理嘅一個大師嚟嘅。所以佢一下子就將成個陀飛輪咧就擺咗理念落去啦。一擺咗理念落去咧，成隻錶咧就好唔同啦。因為你睇到隻錶就諗起開心，諗起快樂。所以依樣嘢我覺得哇好。直情好偉大，我覺得，我就覺得一個牌子一個錶係應該咁樣去行啦。咁我就嘗試。唔係呢個係阿 William 講得好啱，因為呢個佢係全世界嘅需要嚟嘅，佢唔係淨係一個香港嘅需要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隻錶嗰個我哋合作出嚟嘅呢一個概念咧，希望都會有未來有更多嘅發展啦。因為咧我都俾到 William 好大挑戰嘅，因為我做呢隻錶嘅時候咧，我抌咗好多唔同嘅 ideas 出嚟。其實咧有好多我哋都好中意啊，嗬。冇錯。係啊，咁我哋覺得咧。我哋未來咧，希望可以再有唔同嘅機會咧，有出多啲唔同嘅 version 啦。因為我哋再出嚟嘅時候咧，有啲真係好破格㗎。好破格。係啊，喺顏色上邊啊等等咧，都係好破格。咁我希望咧，我哋呢一隻即係 Super J Watch 啊，即係超錶啦嚇。咁都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啦。然之後咧，可以慢慢慢慢咧，會有去到更廣泛、更多，亦都普及更多人咧，喜歡擁有一隻陀飛輪。已經好期待咧！首先係見到今一次個系列啦，同埋後嚟嘅系列應該都係好精彩嘅。因為我頭先聽阿 James 講，已經有好多 idea， 我覺得真係好唔 surprise， 因為你嘅滿腦子都有好多新嘅點子，所以我諗大家都好期待想見到。咁啊，頭先關於未來嘅合作咧，有冇多少少可以透露俾我哋知咧？大概有冇啲嘅？都有㗎，其實我哋同詹 Sir 團隊啦，我哋自己團隊，因為我哋都識好多唔同嘅慈善機構啦。咁我哋都希望，譬如將歡樂帶入唔同嘅一啲慈善嘅項目之中。咁希望將呢隻錶，譬如話將來如果係賣出有一部分嘅收益，又捐翻某啲唔同嘅慈善機構，幫翻啲唔同嘅人咁樣樣。咁我哋而家都其實一路喺度籌備緊，喺度準備，因為詹 Sir 係一個係藝術大師，所以會諗一個 idea 都會好破格，所以我一定要希望我哋嘅團隊。或者我哋成個鐘錶業好多嘅朋友，亦都可以借呢個機會，可以將一款藝術品，亦都擺落去多啲嘅唔同嘅歡樂啊，或者係慈善之中咯，係。好好嘅理念啊！預祝你哋大成功，未來嘅系列。多謝。好，再先多謝兩位嘉賓嘅分享先。多謝曬你哋，可以熱烈啲嘅，你啲掌聲嚇。多謝曬。冇錯。咁啊，好啦，兩位嘉賓分享完啦，今日詹 Sir 咁難得百忙之中抽時間嚟到，咁啊，你又有咁多嘅演出經驗，不如我哋輕鬆啲啦，我哋喺台上玩一個小遊戲啦。我知道準備了一個小的互動環節嘅，係啊！我覺得咧，人咧嚇需要玩啊，係，即係好要好開心。太正經啦，我哋呢度。你啱啦，William 咧，今日咧佢好緊張。我真係要玩呢個遊戲。我想點解你會咁緊張咧，William？ 嚇，因為今日我哋嘅演出係好特別啊，我覺得真係會好破格。因為佢曾經講過，佢話咁多個做咗咁耐鐘錶呢一個。發布會是你最緊張的，為什麼呢？沒錯，因為跟詹 Sir 同台已經很緊張，不用怕，一陣間你不用跟我，很突出，我怕要表演完，不是，你不用跟我一起講的，你照做就可以了，照做而已，是的，我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叫你簽check，你簽check就可以了，OK？ 不如這樣，我們第一個部分，我們先請詹 Sir 演繹一下，因為詹 Sir 說完都是舞台的教父，你幫我們演繹一下這個玩法是怎樣，我們其實就會請 William 先講一些事情間出嚟，咁啊睇下咧，我哋難唔難到阿詹 Sir 啦？點樣咧用佢嘅方法去演繹出嚟啊？好嘛 ？OK， 其實咧，首先點解我要介紹一下咧？因為時間咧就喺你嘅身體嗰度。OK， 咁我哋咧身體咧啊，麻煩你啊，咦，我幫你嚇，唔、啊、等我要求一下啲 CEO 幫我做嘢先。阿William 幫我揸住支麥，唔該。得，揸住支麥，揸住支麥。OK， 揸住乜我要講嘢㗎？係咁樣嗱，咁人咧就有兩支時針嘅嚇，一支時針咧就係。啊，即係
指針啦，一支就係時針啦，係咪？時針咧，你就可以摸到佢啦，啊 ？OK， 咁依家咧，如果我係一個鐘，我中間係啦，咁而家幾多點啊？大聲啲啊，下邊講啊！嗱，依家係幾點啊？三點鐘，哎呀，好聰明喎嚇，冇錯，就係三點鐘啦嚇。咁一陣間咧，六點鐘嘅時候，咪就係咁咯，係咪？十二點嘅時候，咪就係咁咯，就係咁簡單啫嘛。咁所以而家 William 咧，你就可以唔使攞我支麥啦。係。啊，但係我而家講嘢你要俾我喎。係啦。咁樣咧，一陣間咧，我話開始嘅時候咧，你就喺你支麥度咧，就話俾我聽，係要我做幾多點，咁我就用我呢兩隻手咧，就做幾多點出嚟。嗯、就是咁簡單嘅啫，出題啫，係啦 ，OK， 係咪啊？你識啊嘛 ，OK，OK， 我聽聞你好似讀過大學嘅喎，讀過 ，OK，OK， 你平時守唔守時噶？守係啦，死好慚愧喎，係啊，點解咁講？做呢個練習咧，睇下你個人有冇時間觀念啊？因為要反應好快。有時間觀念咧，你就會知道誒，你夠唔夠鐘做嘢噶啦 ？OK， 嚇，咁你頭先嗰係三點啊嘛 ，OK， 三六九 ，OK， 十二 ，OK， 好，準備好。你可以告訴我叫我幾點開始就可以了，預備開始。兩點五十分。你阻住了我。Sorry。兩點五十分。你只是說幾多點而已。OK。三點、五點、九點，這樣。OK， 好好好。這麼難的東西是稍後我叫你做的嘛。好好好，那麼六點吧。那麼九點。兩點。十二點。三點、九點、六點、兩點、一點，大家俾啲掌聲好唔好？好快啊！詹 Sir 嘅反應已經係好勁啊！好犀利啊！犀利、嗯！但係咧，我覺得呢啲觀眾咧，係而家最期待嘅咧，唔係話真係我啊，梗係哇，係啊，嗱，唔使驚。咁我哋請多個觀眾朋友上嚟一齊玩啦，詹 Sir 好唔好？唔係先係佢玩先。哦，咁樣係好啊，嚟啊！嗱，但係咧未咁樣玩得住嘅喎，因為咧請呢個標咧係本身你係老闆嚟噶嘛，嗯 ，OK。你都要除了我是你這隻錶的代言人之外，你都要有那種代言人和這個錶的感覺，是所以你一定要有這隻錶的那個元素和 essence， 是笑容，是除了有笑容之外，你一做的時候一定要很開心地笑啦 OK， 還有呢，我有一個道具的，那個道具就是道具的同事有沒有在這裡準備吃緊公仔面，唔係喺後面係咪？嗰個紅色嘅波，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咁呢度咧就有一個紅鼻哥，紅鼻子。OK， 我咧就好少送紅鼻哥俾人嘅。OK， 我送一個紅鼻哥俾你啊。係。記者朋友準備影相啊。OK， 啊，仲有你望住前面啦。OK， 好開心啊。得。哎呀，哎呀，啊，好可愛啊。係啊，係啦，黐唔到㗎嚇。啊！即係黐唔到咧？係啦，黐唔到我黐眼鏡嗰度。係啦 ，OK， 好，暫定係咁樣啦嚇。OK OK， 好，咁咧呢個咧就代表咗係啦，係啦，你整唔到㗎，先整到㗎咋，係啦。好 ，OK， 我咧就隔住喺呢一個嘅眼鏡度，係啦，冇錯。係係係 ，OK， 得 ，OK， 咁一陣間咧你就唔使揸住支麥啦，我揸住支麥啦 ，OK， 咁我就講幾多點，咁你就擺隻手去嗰個位啦 ，OK， 好，唔使驚 ，OK。我都做過啦，頭先 ，OK， 好，十二點，啊，好叻喎，好有時間觀念喎，嚇，仲真係笑得好開心㗎。好，啊，俾啲掌聲佢啊，支持啊，好啊，好，十二點，咦，個肚腩突咗出嚟咯喎，嚇，係係，所以要扣翻好粒紐，影相爆胎喎。阿 William 都係一個好好嘅老闆，我俾啲掌聲 William 先。係啊，佢今日第一次獻出佢嘅舞台，第一次啊。六點。你個係啦，冇錯啦，啊，三點，九點嚟嘅呢度，啊，因為佢喺美國啊，仲係 ，OK，OK， 三點，啊，九點，十二點，兩點八，哇，有得咗咯，三點九，三點九，打直，係啦，好犀利啊，啊，五點七。嚇！呢度係四點八喎，五點七個半字，而家係啦，五點半，九點二，
8.3、7.4、6.5，合格㗎啦，已經。9.9，我哋俾啲掌聲 ，William。俾啲掌聲 ，William 啊！哇，真係好難啊！好，多謝多謝 ，thank you，thank you。其實咧 ，William 啊，我哋坐低先啦。好。我每一日咧，我都會玩好多遊戲嘅。遊戲咧係會令到人好開心、好開懷。咁所以咧，我去到你公司咧，我見到你啲同事咧都好開心做嘢。我同我自己嗰啲團隊做嘢咧，都係要好開心。所以咧，好開心咧，你就會帶動到一種正能量出嚟。我中意 William 咧，就係佢見到我成日都好開心咁笑嘅。我係呢個習慣。係啊，而呢個開心笑咧，係真係我今日記者嚟同我做訪問嘅時候咧，佢問詹Sir點解你咁開心嘅？呢個咧係一個習慣，而呢個習慣咧係需要喺你細個嘅時候或者你平時開始就要有。所以點解我話？你望住個時間就要提醒自己開心，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點子。咁所以我希望咧，我哋呢一隻錶咧，即係面世之後咧，香港人開始，甚至慢慢去到全世界，每個人咧越嚟越懂得過開心嘅時間，就係咁啦。再一次俾掌聲，詹Sir同埋William先。Thank you。佢哋用佢哋實際行動去帶歡樂俾大家，亦都咧係將嗰個歡樂咧放喺我哋台飛嚟緊呢個 Super J Watch 呢度。咁好啦，呢個時間咧，我哋或者都唔使再請現場觀眾上嚟啦，因為咧大家已經非常之開心啦。頭先我哋本身有個互動環節嘅，不過因為我哋再一次多謝 William 咧，為我哋帶嚟咁多開心嘅時刻。多謝，Thank you。好，咁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咧就會有一個少少嘅禮物啦。阿 William 咧就會將一個 Super J Watch 咧送俾阿詹Sir嘅。咁我哋送呢個禮物之前咧，會先影一張合照，就係咧用我哋新嘅呢一個 Super J Watch 呢個系列咧有兩個表面啦，俾大家具體咁樣睇一睇嗰個設計嘅。頭先我哋傾偈嘅時候就聽過啦。咁究竟呢個 Super J Watch 嘅外形係點樣嘅咧？咁大家都可以喺呢度睇到噶。咁同一時間咧，請我哋嘅記者朋友同埋我哋嘅大會攝影師咧，都可以喺呢個時間咧為我哋嘅兩位嘉賓影一張合照。咁大家見到咧，表面上面咧係個頂部啦，有一個 J 字啦，就頭先詹Sir講嘅 Gym and Joy 嘅意思。咁下邊有一個好大嘅笑嘴啊，咁其實咧就係一個好開心嘅一個意思啊，希望咧將呢個快樂咧可以帶俾更加多嘅人，將大愛咧同埋笑咧帶到去全世界嘅。好，我哋好似仲有一個紅鼻子，係咪會一齊影一張合照咧？我哋請我哋嘅同事攞翻兩個紅鼻哥道具，我哋影多一張嘅。這個紅鼻哥咧，詹Sir話咧，其實係代表咗我哋咧 J 上面呢個紅石咧，有一粒嘅小紅石嘅，咁都代表咗開心嘅，好似一個攞住影啦，或者我哋就咁扶住影啦。好，影一張合照啊，嚟多張嚇，準備中間嘅記者朋友，好望一望右邊嘅攝影師。好，中間的攝影師朋友，好望一望右邊，右邊的，右邊的是 OK， 好，差不多了，謝謝那麼多位 ，Thank you。咁啊，呢個時間咧，咁啊 ，William 咧就會為我哋咧送上 Super J Watch 呢只錶咧俾阿詹Sir嘅。咁啊，詹Sir咧亦都特別咧準備咗一個演繹方法同大家展示呢只錶，咁大家咧就千祈唔好錯過啦。準備。哇！為大家帶嚟係陀飛輪同詹瑞文一齊 crossover 嘅 Super J Watch 超錶。咁啊，詹 Sir 咧同埋 William 一齊影一張合照啦，同埋我哋將最新嘅呢一個系列。好，再一次望一望右邊嘅攝影機。好，差不多了，多謝曬兩位，
再一次俾掌聲我哋嘅兩位嘉賓。詹 Sir 同埋萬希全嘅代表 William， 多謝兩位可以咧到後台休息啦。咁我哋今日嘅活動咧嚟到呢一度咧已經去到尾聲噶啦，再一次多謝大家嘅參與。咁希望咧大家會繼續咧支持萬希全同埋呢一個超標 Super J Watch 陀飛輪。咁喺呢個時候咧，亦都係祝大家咧可以用住呢一隻嘅腕錶一錶風行，同埋咧令大家每一日咧都充滿正能量噶。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嘅傳媒朋友可以同我哋嘅嘉賓進行採訪。咁啊，我哋都咧再一次多謝大家嘅支持。如果大家希望去了解多啲關於萬希全同埋呢個產品可以去到佢哋嘅展位喺 3ED32， 3ED32。唔該曬咁多位，我哋下一次再見。各位來賓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香港鐘錶展2017萬希全的手錶發布會，不如我們用掌聲歡迎大家今天的來臨好嗎？多謝大家，我是今天大會的司儀 Yuki。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Memorigen 的意思，其實它中文品牌意思就是萬眾希望的傳源，相信大家都清楚，其實它是香港首個專門設計和製造陀飛輪的高級手錶品牌，它一直注入了很多文化的元素，所以經常都給了很多的驚喜大家。不知道它今天又給了什麼驚喜大家呢？不如我們邀請我們兩位的 model 為我們 showcase 它們今天想發布的手錶好嗎？我們用掌聲請我們兩位 model 出來吧。
Thank you models， 我哋俾啲掌聲佢哋好嘛？非常之精彩啊！我見到頭先大家咧都影咗好多相，你哋嘅閃光燈咧打落佢哋而家即係手錶度嘅時候咧，我發覺哇真係非常之閃耀喎！點解咧？其實都同佢哋今次咧嗰個品牌概念啦，同埋佢哋嘅 story 咧都好有關係㗎。咁既然係咁嘅話咧，不如等我邀請咧萬希全嘅總裁沈慧琳 William 同埋咧 Anderson， 咁佢就係 Time to You 嘅 Product Director， 同我哋上嚟 chat chat 下好冇啊！我哋掌聲有請兩位。Oh, hello William, hello Anderson. Hello, hello. 係，我見到隻錶都好興奮，真係好閃啊！冇錯，多謝曬啊！冇咁講，我想問一下 William， 不如我問一下 William 先啦。好啊。其實咧，點解今次會有呢個合作嘅咧？我想睇下。哦，咁啊，因為其實好開心啦。首先，因為有機會同我哋John Quaid呢個咁出名嘅牌子，因為其實我哋一路咧都嘗試好多唔同嘅創作嘅方向啦。咁之前其實大家有幾個活動咁都睇到，我哋都有同啲唔同嘅 artist 啦，或者唔同嘅 celebrities 去合作啦。但係其實喺本身嗰個手錶嘅工藝上咧，我哋一直都喺度尋求緊啲唔同嘅突破喎。咁今次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緣分啦。咁我經過朋友介紹認識到Time to You 呢一個咁好嘅牌子呢個公司。咁佢哋咧亦都係香港一間上市公司，係手錶業咧做得好出色嘅喎。咁我哋咧有機會認識到呢間公司，亦都咧喺佢哋不嬲做開嘅產品啊，或者係個研發個技術上咧，一向都係偏向以一個係奢華高貴啊，係以一個係非常之強嘅一個譬如話閃爍啊，一個形象帶出嚟。咁我覺得我哋個牌子一路其實一直無論之前啲 crossover 好，或者好多嗰啲創作，其實出嚟嗰個形象或者出嚟我哋做到個效果，好大部分都係啲好簡單嘅精鋼嘅一啲錶款，或者有時加少少嘅solid gold 或者係即係一部分。咁但係好少真係會用石用好強的一些金屬的料來做一款手錶出來，所以今次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緣分，有機會合作，我們兩邊團隊這麼努力就做了一隻非常之奢華又很高貴又很漂亮的錶，用不同的圓鑽梯鑽，哇，真是幾個層次這樣做到出來的。那做到這件事出來其實代表著什麼？代表著其實一個香港品牌，其實不是只是說可以做到一些即高性價比的東西，固然這隻錶也很高性價比，但是我們的價位亦都可以去到一個好唔同嘅層次，因為之前其實我哋都有做過，譬如話同翡翠、陀飛輪合作，試過賣過幾百萬一隻啦。咁亦都有啲唔同嘅鑽石嘅錶啦，賣到幾十萬一隻啦。今次我哋係用一個咁新穎嘅技術，用一個同最靚嘅石、最靚嘅金屬打造出嚟一個特別嘅設計，而話俾大家聽，其實我哋香港品牌都可以做到啲錶，係可以去到一個咁樣嘅水平嘅咁樣嘅價位咯。咁呢樣嘢係我覺得好開心嘅事咯，嚇。即係非常之詳盡。其實咧，我頭先同兩位後台 chat chat 嗰陣時咧，其實 Anderson 你都同我講咗好多係關於其實用咗啲咩技術啊，又或者啊隻錶有咩特別嘅地方，不如你都補充一下好嗎？哦，好。咁首先咧，多謝阿 William 嘅團隊啦，同埋 William 咧，真係好。花了很多時間在我們的 project 上面，雖然我就很奄尖聲悶的，非常好那幸好有 William 的團隊，他很悉心地去照顧我的不同的要求。那是由我們的設計開始，那我們有很多個不同的切割面，很多不同的斜面，很多不同的平面去組成我們今次的手錶的。那我們真的對每一個部分我們的要求都會很高，咁所以好開心能夠同阿 William 可以嘅公司可以合作到今次呢個 project。咁嚟緊其實呢個已經係我哋公司嘅第二個白金鑽石嘅系列嚟㗎啦。咁第一個嘅我哋嘅反應都好好，咁呢個係我哋第二個。咁嚟緊我諗我哋睇完呢個今次嘅產品，其實我哋都會有第二、第三、第四一路咁樣會同阿 William 去合作，希望可以真係支持到咁難得我哋香港有一啲咁本土嘅可以做到陀飛輪嘅技術，因為以往一路而嚟講嘅，可能我哋都用嘅陀飛輪都會係瑞士啊或者國內某一啲嘅陀飛輪啦。咁但係如果喺香港嘅，咁我哋首選一定會係阿 William 嘅公司。今次嘅我哋個合作係非常之滿意嘅。咁另外咁由我哋嘅唔同嘅揀選嘅鑽石啦，我哋用嘅碧霜嘅技術啦，咁佢佢設計咗我哋一款男裝、一款女裝嘅手錶，咁嚟緊嘅市場，我諗我希望嗰個
銷售啊，或者個反應啊，我都會好有信心咯。我期待下一次嘅新標發布會啊！咁啊，頭先講咗啦，即係其實啊都好滿意大家嘅合作啦。咁我又問下，其實咧即係靜靜雞問下，有冇啲製作上嘅困難，或者有啲合作上嘅挑戰咧？咁樣哇，困難就～即係呢款錶其實係好難做嘅，因為首先本身我哋為咗希望講一次今次錶展呢個活動啦，我哋其實啲團隊琴日先好似做通宵啊，係到係日夜趕工咁樣幾個團隊做出嚟。咁即係隻錶係一日大嘅咯。隻錶係女裝嗰隻係今日嘅兩點鐘先嚟到會場咯，我記得係，所以係為咗今日呢個活動係日夜趕工做出嚟嘅，因為我哋無論喺每一個細節，因為如果我哋做到呢個價位嘅錶咧，咁更加我哋喺個唔同嘅細節上一定要精益求精啊！無論係個錶殼啊，或者係嗰、那個轉啦、啊，或者係點樣去鋪出嚟又可以帶到嗰個效果之餘，又有嗰個設計感啦、啊。咁其實呢樣嘢我哋係哇來回咗都幾多次，或者 Anderson 可以再分享多少少啊？你嘅感受都好深啊，一定。對我嚟講，我最困難嘅可能我就係要俾啲困難佢哋嘅團隊啦。呢、這個係突破挑戰啊！你呢個係我諗我喺成件事嘅困難上面嘅，我遇到嘅可能係真係可能我哋嘅要求會比較嚴謹啦、嚴格啦。咁佢哋已經做得好好㗎啦，不過都係我都要喺雞蛋入邊挑下睇下有冇骨頭，去令到呢件事更加可以perfect 咁樣去做到出嚟。咁成件事困難係唔可以叫困難嘅，但係大家我會見到嗰個 passion 嗰個熱情。大家在怎樣去支持本土的一些設計、一些產品，怎樣去做到一些高性價比的手錶出來，這個我想是我們不可以稱之為困難，但我們會覺得我們今次是一個挑戰。而at the end 現在今天在這一刻我們坐在這裡的，我覺得我們已經成功了一大半了，當然我再賣了出去代了錢的，我更加覺得是一個最成功 的時候，但現在我已經覺得我們是不會在比其他的產品或者其他的品牌會輸蝕咯。相信就你哋都非常之有信心啦。不如咧，即係我都即係身為觀眾咧，我都好奇問一下，咁其實第二代同第三代你哋嘅概念又諗住做啲咩咧？今次就擺咗咁多石喺入邊，下一次會做啲咩咧？下一次咧就其實都有傾過噶啦，上次開會都咁啊，老闆都有一個好明確嘅方向，就係、要突破咁樣啦。咁即係點樣將我哋香港嘅一啲工藝咧，點樣再突破出嚟？咁喺例如外形上啦，例如喺殼上邊啦，或者係喺啲石同埋金屬，或者係設計嗰個形狀啦，點樣即係好多嘢都仲喺度諗緊點樣畫。咁所以但係就一定行一條路線，就係、一個係奢華的路線嚟嘅，亦都係我哋一個香港品牌一個即係我哋萬禧全啦，借呢次合作一個好好嘅機會，就係話俾好多朋友聽，其實我哋嘅錶個價位或者係一個實力，其實係可以有一個咁大嘅空間去發展咯。咁所以嚟緊我哋都係朝住呢個方向，不過咧只會係越嚟越有難度，同埋越嚟越多唔同嘅一啲概念擺落去。咁但係我哋都有信心啊，因為 Anderson 又帶領得咁好，咁我哋一定會克服到做得好嘅。我知道其實萬禧全的手錶都有個特點，就是可以機心刻字的，是不是 William？ 沒錯，這個都是我們這麼多年的一個強項來的。那訂製服務也是我們的強項，因為我們可以在機心裡面挑字，現在甚至乎做到在錶面上都可以跟不同的客戶做到不同的需要。那好像今次我們這個其實是配合了一個品牌理念，因為本身是一個法國品牌，也是一個有一個古典的風格帶出來的一個牌子。那我們在這方面其實是參考了很多元素，怎樣去做到這個品牌形象出來的。所以我們今次這個設計就機心刻字就是最可以普及到給所有客戶，但今次的設計是突破性，和本身的複雜度 是破天荒，所以第二代第三代就更加突破挑戰了。不過時間都會有 一段的，即就因為始終要做一款，這款我們都研發了成有沒有 一年了，是不是都差不多，差不多。現在我最主要看看他在他們的格局，看可以挨到他給了一些特別他們私人的技術可以放在我們現在我都還在央求緊㗎 ，William 幫手，咁睇下佢，因為佢儲埋好多，我睇下佢可以留啲咩俾我。你
俾緊公眾壓力佢喎。梗係冇問題啦，有咩技術啊？為咗你哋，你咁支持香港品牌，我哋有咩嘅？大家互相配合，因為佢都係一間好成功。諗香港如果上市嘅鐘錶公司都係好實力好強，所以我都覺得好難得，係啊，即係我都好榮幸有呢個機會合作咯嚇。咁我都見到一份非常之濃厚嘅本土情懷啦。咁我希望可以未來咧都見到你只第二代同第三代咧快啲出世，喺我哋下次嘅手錶發布會再次出現嘅。係啊，同埋今次咧行嘅 model 好特別，我哋冇用貿發局本身嘅，咁揾翻本土嘅。咁本土得嚟係點咧？佢哋都係啲 KOL 啊，即係都係啲網絡紅人啊。咁佢哋戴住隻錶，呢個又係好讚，又好創新啊！用啲咁奢華嘅手錶，但係配落一個好青春、好有活力嘅一個 model 上戴出嚟，其實又係都係咁靚咯，係啊。咁既然係咁嘅話咧，不如我哋再一次咧請我哋兩位 model 出嚟同我哋 catway 下，等大家咧可以真係近距離多少少睇隻手錶好嗎？好啊，咁我哋好，非常多謝兩位，多謝曬，多謝曬大家。請到台下就坐。好，咁我哋咧再一次邀請我哋兩位 model 出嚟咧，為我哋展示咧我哋最新嘅手錶。我哋掌聲有請兩位 model。
有請我哋兩位 model 咧留台先。我哋有請我哋兩位 model 留台，都有請咧 Anderson 同 William 咧可以上去影翻張合照啊，好嗎？係，我哋可以去到台嘅前面啦。我哋影翻張合照啊，同兩隻啱啱出世嘅手錶。咁我咧都可以請其他嘉賓咧準備同我哋。William 啦 ，Anderson 同我哋兩位嘅非常之漂亮嘅 KOL 模特兒咧 ，Ava 同埋 Annabella 咧一齊影相嘅。嗱，當然啦，大家都可以攞你嘅手機啦，喺 Instagram 啦、Facebook 啦或者其他媒體入邊咧，將我哋今日嘅盛況咧發布喺你哋嘅個人 social media 嘅 account 入邊嘅。係啦，不如我哋望下左邊先啦，因為我見到。今天鏡頭比較多，我哋望下我哋左邊先，好嗎？好，左邊，冇錯啦。好，跟住到我哋中間大會嘅攝影。之後咧去右邊，係啦，右邊非常之多啊。好，等我哋影多五秒先，好冇？好，五、四、三、二、一。好，唔該曬咁多位，又請咁多位就坐，唔該曬大家。咁咧，我都正式宣布咧，我哋今日萬希全嘅手錶發布會咧，正式咁圓滿結束。非常之多謝咧咁多位朋友今日嘅莅臨。咁樣咧，如果你哋有興趣去睇唔同手錶或者陀飛輪嘅話咧，可以到萬希全嘅展位。咁佢哋嘅展位 number 咧就係3E D32 So their booth number is 3E D32 So please visit them and wish you a wonderful afternoon 希望你們有個愉快的下午多謝大家多呢啲嘢，咁啊 John 又同我一齊咁樣，又肯聽我咁樣呢個完全唔識嘅喺度講。咁其實我哋兩個係成日都諗啊，即係點樣將呢啲嘢擺落個手錶上面，再玩多啲突破。咁今次因為始終係陀飛輪，係多機械多唔同嘅一啲零件，咁所以喺做嘅過程之中，我哋面對有好多唔同嘅技術上係點樣可以混合到咧，係需要去磨合。但係第二次咧，咁我哋可能玩多啲喺嗰個外形上啊，或者係錶帶上啊，或者係入邊嘅錶面上，我覺得有好大空間繼續玩，即係繼續研究落去。絕對係，其實我已經諗緊㗎啦。第二代係啊係啊，咁啊。非常之期待啊！即係好一定好多創意同埋更加多嘅魔術啦。不如咁樣啊，既然阿 John 喺度，不如我哋咧再等佢展示多啲魔法俾我哋聽，好唔好？最緊要咁多觀眾都係期待你表演多少少魔術俾大家嚇。咁、我就落翻台先啦。Thank you, William. Thank you, 多謝大家。Thank you. 好，咁我就將時間可以交俾阿 John 噶咯喎。Thank you. 好啊，咁啊，冇問題。好，咁咁多位觀眾喺度咧，咁係咪好想睇下魔術咧？係。好，冇問題，梗係有魔術睇啦。咁亦都要俾啲 music 我咧，咁令到個魔術更加好睇啦噃。好，魔術師永遠都離唔開 pair 牌啊。咁係真嘅，因為我哋真係好中意玩 pair 牌。因為 pair 牌嘅魔術咧，會有超過1000種變化。就好似咁樣啦，呢度有一副 pair 牌。52隻 pair 牌代表住52個星期，一年裏面52個星期，所以同時間係絕對係息息相關嘅。不過今日我就想玩一個比較特別少少嘅 pair 牌魔術俾大家睇下，幫我睇下啦噃。52隻 pair 牌全部都係唔同嘅。呢一個魔術除咗係用 pair 牌之外，仲要用一位靚女，在座都見到好多位靚女啦，係咪？等我出嚟揀下，我應該揾邊位幫我手先啊？咦？你好 ，Hello， 你好，你叫做咩名咧 ？Vivian， 俾啲掌聲 Vivian 好唔好啊 ？Vivian， 你有冇做過魔術師助手咧？好，唔需要擔心啊 ，Vivian。嗱，我哋從來都冇見過面噶嘛，係咪？好嗱，你企喺呢個位啊，緊唔緊張咧？好，因為呢一個咧會係一個。非常之浪漫嘅 pair 牌魔術。嗱，呢度咁多隻 pair 牌，幫我隨便攞一隻啊！你中意邊隻都得，就呢隻。真係好，俾大家睇一睇。嗱，其實我知道呢個 pair 牌係乜都唔緊要嘅。好，
呢只係叫做咩牌呢？梅花就係啦，好多人咧分唔清葵扇同埋梅花。嗱 ，Vivian， 你幫我咧喺呢只啤牌上邊簽個名。好，跟住寫你電話號碼上去。誒，講笑啫呢個。OK， 好，大家會見到啦。呢只啤牌上邊係有 Vivian 嘅簽名啊。呢只梅花十，見唔見到咧？好清楚係咪？好。你準備好一個很浪漫的時刻未啊？準備好。真的好，非常之簡單。一陣間咧，我會做兩件事，係一般魔術師都唔會做嘅。第一樣嘢就係佢會將只牌，佢唔會將只牌摺埋，咁我咧就會將只牌摺埋佢，摺成咁樣。第二件事，我想叫你幫我咬住只牌，咬實佢。係啦，一般魔術師係唔會叫你咁做嘅。不過咧，我想試下新嘢啊嘛，係咪？好。跟住咧，我就會抽一隻牌咯，唔使擔心。OK， 咦？等我抽呢一隻牌先。呢隻牌都係我隻好中意嘅牌，紅心四。我哋嗱紅心咧，即係代表愛心啦。咁當然係越多越好啦。嗱，咁我喺上邊咧寫我的名 John 上去，見唔見到咧？我需唔需要寫我的電話號碼上啊？都好 ，OK， 好，始終都係要電話號碼，好，冇問題。浪漫嘅時刻嚟咯噃，我將我呢一隻阿 John 嘅紅心四接埋佢一模一樣，做同一樣嘢，然後咧，好興奮係咪？好，唔使興奮，因為好浪漫啊。有冇感覺到啲乜嘢咧？我做好咁多嘢，竟然冇感覺，唔緊要，因為冇 feel 先係最好 feel 啊嘛。我聽睇個廣告講，但係咧我好有 feel， 因為咧我喺你冇 feel 嘅情況底下，已經攞咗你嗰隻梅花十。Thank you。咦？咁 Vivian， 你口裏面嗰隻牌會係？就係阿 John。叫紅心四，多謝曬咁多位，好，呢只我咬過嘅牌送俾你做紀念品，多謝曬啊 ，thank you， 多謝曬 Vivian， 唔該曬你 ，thank you， 好啦，咁咧，啤牌魔術玩完啦，其實咧我都覺得咧啤牌係一樣好夢幻嘅嘢嚟嘅，係咪？我成日發夢嗰陣時咧都會發到一啲魔術嘅情景嘅，咁咧今日咧我將一個夢帶咗俾你哋。準備帶俾你哋，應該係話個夢就喺呢度啦。咁其實時間啦呢樣嘢其實真係好神奇。喺唔同嘅時間咧，我哋會做啲唔同嘅嘢啦，係咪？咁但係咧，我哋有陣時咧好想咧將時間咧翻去以前嘅喎。有陣時我哋又好想時間咧快啲過，但係其實時間永遠都係一點，真係有一點嘅啫。就等於你幾多點同埋幾多分嗱。我呢度咧就有兩個袋啦，袋裏邊有好多張紙啊！呢啲紙代表住分同埋時。嗱，首先啊，我想咧 ，Hello 你好。嗱，呢一個袋咧應該係時嘅一個袋，入邊咧裝咗好多唔同嘅 number 喺度嘅。你好啊，先生，你幫我求其抽一兩張出嚟睇下。有兩張係打開佢俾大家睇下，係寫住啲乜嘢？哦，十係咪？嗱，有啲咧就會寫係十嘅。好，有啲咧就寫零四，即係唔同噶啦，係咪？嗱，你咧幫我攞住個袋先嚇。你好，嗱，你又幫我咧求其抽兩張打開佢，但係呢個應該係一個講開時間裏邊嘅分鐘嘅一個袋嚟啦。打開呢啲紙俾大家睇下，係咪全部唔同嘅先？OK， 攞咗好多啊。OK， 好，舉高個俾大家睇下，有03，有29。OK， 冇問題。好，呢啲紙全部代表住唔同嘅時間、唔同嘅分鐘啦。擺翻入去先啊。跟住咧，俾呢一個袋我啊，將佢撈亂佢。好啦，嗱，今次真係嚟咯。你點稱呼咧，先生 ？Horace。
點解要諗咁耐 ？OK，Horace 你好，你好 ，Horace，Horace 嗱，今次咧，我想你乜都唔好諗，隻手一插入去就攞起一張 ，OK？ 呢一個咧，呢個number將會斷定我個夢裏邊嘅時間 ，OK？ 好，請一張一張，好，唔好打開住啊！好，點稱呼咧？阿 Day 嗱，你又係幫我隨便抽一張出嚟啊！即係一張係咪一張先？今次你頭先攞咗好多張啊 ！OK， 好，請兩位打開佢。係咩 number 咧 ？OK， 不如請兩位朋友上台好唔好啊？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啊，小心啊！係啦，好，將張紙打開佢。嗱，零二四九，嗱咁啊冇四十九點噶，係咪？咁所以咧變咗係兩點四十九分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夢裏邊嘅一個時間嚟嘅。呢個時間出現過喺我夢裏邊，而唔止呢個時間出現過喺我夢裏邊。呢一隻魔幻陀飛輪亦都出現過喺我夢裏面。大家見到呢度有一張用黑布冚住嘅，唔知咩嚟。但呢個就係預言，就係我嘅夢嚟。因為當我打開張黑布，你會見到紅心四啦，會係我頭先最中意嗰只牌啦。之後你就會見到一隻魔幻陀飛輪。最重要係咩呢？最重要係呢一隻錶上邊指住嘅時間係幾多點啊？大家見唔見到啊？兩點四十九分，多謝曬大家 ，thank you， 呢個就係我嘅夢想啦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曬你啊 ，thank you， 小心啊，請 ，thank you， 唔該曬你，呢個就係魔幻陀飛輪節目，多謝曬大家，多謝你嘅支持 ，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 多謝曬 ，thank you John， 非常之精彩演出啊！可以一陣間咧到台下同我哋觀眾咧一齊合照 ，thank you。可以而家先到台下就做啊。哦，好嘅 ，thank you。thank you。咁咧，我正式宣布咧，萬禧全 crossover John Fong 嘅魔幻陀飛輪發布會咧正式圓滿結束。咁相信咧大家哇睇完咧都係唔夠喉嘅。咁所以不如咧一陣間真係可以咧叫阿 John 表演多啲喎喺台下。咁都歡迎大家咧可以移玉步咧去到佢哋嘅展位3ED32咧繼續參觀咧唔同嘅陀飛輪嘅。咁你嘅今日活動咧正式圓滿結束，多謝大家。好，各位先生、女士、傳媒朋友，大家好，我係今日大會嘅司儀 Yuki， 大家好。咁樣咧，歡迎大家，多謝你。咁樣咧，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咧萬禧全 crossover 咧 John Fong 魔幻陀飛輪嘅發布會。咁我哋今日咧呢一隻陀飛輪咧非常之特別，因為咧佢有呢個魔法，即係咧呢個魔術嘅元素。咁啊 ，John 咧係我哋非常之出名嘅國際知名魔術師，咁咧佢都特地咧設計咗咧一個魔術，希望咧今日可以表演俾大家睇。咁當然啦，喺睇魔術之前，即係要有啲轟動同期待嘅。不如咧，我哋先睇一條宣傳嘅短片啦。我哋先睇睇，我哋而家去片。
哇！一個充滿魔法和魔術的開始，大家期不期待莊恩出現啊？出現我給掌聲啊，莊好不好？好，我們邀請我們國際知名的得獎魔術師莊。 Hello， John。 Hello， 咁多位你們好，我是魔術師莊。 Thank you。 Hello， 你好。很危險，我覺得站在你旁邊，剛才又出煙然後又變卡，有點危險。我不會將你變走的，你放心。多謝你，不要切開我就更好了。今天會跟我們表演什麼魔術啊？ As a star。 今天的魔術呢，首先就不告訴大家是什麼魔術，因為是一個驚喜來的，不過呢會是一個非常好看的魔術來的。咁不如我哋俾多次掌聲阿 John， 幫佢 warm up 先好唔好啊 ？Thank you。好，咁我將個台交俾阿 John 啦。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俾啲 music 會更加好睇啦。Thank you. Thank you. 真係非常之優雅同埋精彩嘅裝，我諗咧你一定係擺咗好多心思落去啦，同只陀飛輪一樣咧，設計都係非常之獨特嘅。既然係咁嘅話咧，不如我哋邀請埋 William， 即係咧萬禧全嘅總裁一齊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好唔好啊？我哋俾啲掌聲 William 啊 ！Hello，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係 William 你好。Hello。